同铁路公司合作的楼盘在香港就听得多，但英国的你有听过没？今次带大家看的 Wembley Park Gardens 位于伦敦旅游热点，由英国上市发展商和伦敦交通局合作发展，落楼一分钟即到车站，名副其实食正铁路优势。我哋啱啱去 Wembley Park 啦 ，Wembley Park 咧就係英格蘭足球隊嘅主場嚟嘅。咁啊，其實呢個地區咧，經過咁多年嘅社區重建咧，而家已經成型啦。Wembley 涉資25亿英镑嘅重建計劃成效，早就體現喺樓市之上。根據仲良聯行嘅數據，地區過往5年嘅租金升幅達49%，比整體倫敦嘅23%高。呢個容納12000人嘅大型體育館，近年仲成為咗地標。吸引不少当地人去，连香港乐队 Rubber Band 都拣呢度作为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。要应付庞大人流 ，Wembley 的交通网络因此非常发达，总共有8个火车站和地铁站。单在今次楼盘最近的 Wembley Park Station 就连接2条地铁线，16分钟即到 Bond Street。整個社區好新淨，好多年輕人啊，咁中意喺嗰個 area， 因為就仲有太多餐飲、shopping 一應俱全。由漢堡出發，行10分鐘就可以到 Union Park 以及 London Designer Outlet， 可以園區消遣嘅優點，成功吸引更多年輕人搬到呢度。Wembley Park Gardens 總共有5座，首推嘅係最高1座，而合作興建嘅倫敦交通局 Office 都將會設於呢座底層。可见他们相当看好这区的住宅和商业市场。想知道首张假单有多吸引，就记住联络我们 JLL 重量联行了。